胜天，你怀孕了胃口不好，想吃什么随便挑。我就想吃辣的。在国外 stay 久了，国产零食我可以得不下，你不吃也不应该随便丢啊。少跟我装好人，这些大不了我都要了，反正这些都是给你们国产人吃的。哪像我们孩子一出生就有外国国籍，高你们一等。你那么喜欢国外，为什么还要回来？我就喜欢在国内赚钱到国外花，我就是比你们优越。这片土地不欢迎你。